是宜宾学院的学生，然后我们是过来做志愿者活动，我是第一次过来参加。我平常对这些知识的话也没有太多的见解，感觉接触的东西可能就很新鲜吧，然后让自己增长一个见识，以后我也希望能够更多的参加这些活动和能够保护生态。